湾 BC 特集，时间12:44，现年11月23日，星期一。我记得2017年11月23日咧，去咗朗明双水嗰个14号食，咁嗰阵我第一次拍呢个在下的西影车，咁嗰阵我食完嗰个14号之后咧，夜晚啊，我瞓觉就忽然之间肚痛啊，跟住甚至咧，我 friend 都认我会唔会系14号嗰啲夜光姐，跟住我好犀利，去到第二日咧仲屙紧，去到第二日翻学都仲屙紧，好辛苦啊咩？这是人头，就是说我圣诞假就是12月10日，就是我的人应该是我圣诞假是12月18号開始，18号星期五啊，星期五18号，咁18号星期五完咗之後真係放假，放到1月4号，放假又唔好，又唔知有咩做啊！俾翻我哋想放假多啲，但係如果放得最耐，你又想翻我，唔知點算？唉，要一個人出嚟食飯好難嘅，唔知佢都唔得閒。喂，呢個時間應該唔得閒，你又咁翻學，想抽時間出街又唔得咗咩？放聖誕假之前有咩做呢？就係交功課之餘，都有呢、這個，又有啲小中普通話嘅小討論，就住一個講話題，跟住係咁講。但係咧，你要知道就係、是、你要聽得明佢講咩，你要聽明佢講咩，咁你都唔知點答翻人。今日唔好。唔好熱啦，咁雖然都30几度，但係出去跑到中途已經流曬，勁大汗，都話未試過咁爽嘅。就記得我喺朗明住嗰陣，6、7月几慘地最4点几最高温都係34、35度啊！我嗰陣跑到天上已經流曬汗啦，跑翻嚟就學習。一日新增68宗個案，61宗係本地，11宗係源頭不明。你話呢個數字咧，可以反映到佢將會啊，就係、是、有啲本地嗰啲個案又急增，跟住又縮，跟住收緊呢啲社交措施，又可能停課，改做 online lesson。我就話 online lesson 都煩啫，雖然就朝頭早起身，淨係開部平板或者開電腦，甚至開部手機 Teams 見面，但係咁樣做反而令到機勁嘥啲電腦咧。第三波就係7月几嗰陣，有啲酒吧群組過百
佢日都過百鐘，過百鐘，過咗個太郎平村啦、啊。後翻嚟之後冇個手機過一百幾鐘，一百五十鐘，一百鐘本地。依家六廿幾鐘係本地，你我可以話咧，聽日甚至打後啊，嗰、那個數字係會越嚟越多嘅。除非又有一個波動啦，就忽然之間六廿幾鐘又跌到四廿幾鐘，又廿鐘又六廿幾鐘。咁佢可能又宣布又停課咧，啲停課話俾你聽，漸雪嗰啲即係好似唔好識點樣有咩反應。星期四有一個星期四嗰個 SDD 咪話三條一上先上嘅，下學期啊，即係星期 two 嗰度上，星期 two 嗰陣上，星期四又會有一個即時加油站，即係呢個兩個鐘啦，咁又係上仲係原本上落嘅時間1:30到3:30，咁據知都係講你。升誒讀完呢一科升學會有啲咩誒路向，即係有啲咩 operation 嗰啲咧，同埋嗰啲問卷調查啲面試 interview 嗰啲啊，因為你唔係如果你心水清啊，去到二月幾嗰陣你要開始報名，甚至依家報都得，跟住二月幾報啦，三四月幾嘅面試嘅。跟住之後五六月啊，就係咪會取用你？之後七月幾，唔係，我哋應該五月幾開始放暑假，五月幾嗰陣就已經係叫咩？取唔取用你？跟住等到暑假之後開學先翻。但我可以話咧，你去讀 high dip 啊，你嗰個 schedule 應該勁密，話俾你。可以話晏啲都每日都夜晚7-8點先翻屋企，仲要你視乎嗰個位嗰個堂口嘅location喺邊嘅。你如果話喺附近就得，即係兆康呢個得，但係你話去到葵涌嗰啲勁好遠，坐翻嚟都雖然都5個字。多一句，依家都好早啊！依家先十一月中，嗰陣二月幾個。